りだね、御明寺様。妖怪幼稚园，您可以把孩子托管在这里，让他和小伙伴们共同玩耍。我是孩子们的萤草老师，我会悉心照顾孩子们，陪伴他们成长，直到他们成为真正的 SSI。请多指教啦。那么，是哪位小朋友要办理入学呢？嘿嘿。嘿俺様が本気出したら無敵だぜ。一丁上がり。おい、御明寺様、なんか作戦あるか？